如果没有问题，最后我说两句。由于工作安排的原因，我即将登上新的岗位。今天应该是我为外交部发言人最后一次主持例行记者会。借此机会，也对大家在过去近四年时间里给予我的关心、帮助、支持、鼓励，表示衷心感谢。作为一名中国外交官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我都会继续的讲好中国故事，传递中国声音，为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，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好情谊，做出自己的努力与贡献。在此跟大家告别，我们后会有期，谢谢大家。